啊，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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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啊，所以我这样拿着，希望各位很兴奋呢、啊，老公不要了，不要了，钱不要了，这个就，啊，因为能够慈悲，不是不要，是升华了，啊，超越了就不会痛苦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帮助轨道与飞人来，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你的念头很重要啊！当你念完以后，哦，可以帮助他们，所以你就做，他们就得到帮助了。那你心里很法喜啊！佛法的目的，你有这个法喜以后，世间的黄金珠宝对你都不重要了，你就超越。佛教不是叫你不要它，当你得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东西，世间的东西随缘了。啊，哪一天你在家里真想做的时候，你老公，哎呀，对不起啊，晚上不回来吃饭，随缘。我来做烟供，你慢一点回来，啊，因为你有另外一种法喜，再回向给他吧，回向给他吧，你就不会卡在那边。第二，念一下，解除怨敌，所所有有六六道道众众生生都都是是我我们们过过去去生生的的父父母母冤冤亲亲债债主，主，我我们们应应以以欢欢喜喜心心去去利利益益他他们。们。过过失失六六道道众众生生和和冤冤亲亲债债主，主，可可以以清清偿偿过过去去的的业业障。障。记住，一个愿意受菩萨戒、发菩提心的人，所有众生都是你的债主。为什么？他没有脱离轮回，那就是你的责任了。所以菩提心之前有个增上益乐，就是你要把众生轮回的苦成为你个人单独的责任跟承担。那有这样才叫悲心，然后才能够发起菩提心。有了菩提心，才可以成佛利益众生。所以一个众生在受苦，那你就不能够就像一个救火队员或是一个船长，所有船人都下船，你最后一个才能够下船，你不能先绕跑啊，啊，因为你是船长啊。所以，那做个菩萨，只要有众生在受苦，你就说那是我的责任。所以，那你就会有压力。所谓怨敌，就是说，哎，因为你没有负这个责任嘛，啊，那你要不断的去帮助他们，欢喜心去帮助他们，那你心里就很平静。所以，来愿六道众生，冤亲债主，离苦得乐，嗡。啊吽吽啊吽吽啊吽，第三，清净恶业，借由烟供恭敬供养诸佛菩萨以及护法空行众，令其欢悦而是加持，远离人与非人害，其他如噩梦、灾祸、预兆不祥等不吉利的事情，也可以得到清净。好，那你要按照这样观想供养诸佛菩萨护法，让他们就加持，让小孩子平安，不吉祥的事情都能够圆满。啊，台风净化，水灾过去，武力战争这两天他们在拆，因为伊斯兰国已经离开了，但是在叙利亚的国内还有很多那个什么地雷啊，虽然战争结束了，很多人还是陆续被炸死。所以呢，至少要花几百万美金才可以拆除那些，就像越南战争以后，很多地雷还保留，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拆除啊。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你要事不能事不关己，那就是我的责任。透过我们的上供下施，希望这个事情都能够圆满。所以来开始，嗡啊吽，嗡啊吽，嗡啊。所以行菩萨道，我们要祈愿，祈愿，天天都祈愿。也就是说，虽然你还没有成佛，但是愿力你永远都不断的祈愿。啊，经典说，你每发一个利他的善愿，身体就多一道光。那你算算，你身体有几个毛细孔？你一定要把它圆满，你才可以成佛，你才有无量光。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成为你的愿力。也每天都有新的愿力要去实践，所以你要去了解整个世界众生。第四，健康长寿，因为许多疾病都是由于过去的恶业所产生的，因为它是宿债，是需要偿还的。
偿还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做烟供，可以减除病苦的健康长寿，还有鬼道与非人众生所引起的疾病以及其他的障碍为缘等。比如说现在有人得到绝症或癌症，无论如何吃药治疗也都没有效，在医疗同时也可以透过烟供的修持来治疗疾病。我现在又加了很多药，又加了黄金啊，希望所有病苦的各种的业障的啊，甚至已经往生者还在病苦的还在缺钱的这些孤魂野鬼，他们得到这个烟供药供。所以我们讲念下来，南无药师如来，南无药师如来，南无药师如来，念一遍来。南无波揭发帝毗沙奢俱卢毗卢离婆那婆诃那世耶那揭多耶阿难诃帝三藐三菩陀耶他智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萨摩揭谛娑哈嗡啊嗡嗡啊吽吽啊吽。所以我这个方法希望各位学，就是说每一段经文寄语一个意思，那你就要做一个愿，一个动作，啊，因为这样佛法才不会单调调。我的师父才跟我说要半工半读，学以致用，马上学，马上用，啊，你不能把它跳过去。而且藏人更厉害，这个用要十万次，他要让你不断不断的去重复，重复这些利他的动作。所以来，当愿众生消除病苦，无忧自在，健康畅寿，嗡阿吽。你要不断的去祈愿。事实上你祈愿别人健康长寿，你妈妈会不会健康长寿？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也可以让你自己健康长寿，也可以让你的子女健康长寿啊。这是佛教的因果，第五更重要了。除了健康，念一下有钱真好。下回我们要办一次，一次一万美金的，没福报还来不了啊！一万美金不是我收啊，一万美金呢，全部把它供养出去，对不对？这一团叫一万美金团。我们上回去不单上个月吧，用了将近50万美金，因为到处去布施啊，因为就是说，当然我们不是说钱的用，而是说大家不断的去累积功德啊，这里面没有自私的利益。好，富贵安乐来。烟供除对他人有利益之外，对自己本身而言，可累积无量功德。佛陀曾在经典中说过，若要成为富有之人，必须先行布施与布施，否则无法如愿。不论是否修持财神法，若未行供养布施，皆无法致富。所以常常举办烟供，可以迅速累积富贵安乐的资粮。好，我加了黄金呢、啊。我们这个寺庙叫大金寺啊，希望他们有黄金呢、啊。现在有400多个出家人，将来可以供养4000个，好不好？40000个啊、所有地球上的出家人，我们都能够用黄金袈裟跟他供养。让他们行住坐卧，各位要发这个愿哦。而且各位心不能太渺小，说我只扶持我师父跟我的道场，那好可惜哦，对不对？我想不分教派，只要他是在修行，我们都一定要跟他结缘的，这样很重要。所以来，当愿众生富贵安乐，来，嗡啊嗡，嗡啊嗡，嗡啊。第六，处所吉祥，商行机关、住家、乔迁新居、二级染身、子女乖逆、家庭不和、生意不顺，以诸佛加持之烟供力，可除尽一切秽上，令所居之地成祥和福地啊！任何住家、家庭、大人小孩，嗡啊嗡，他手机就关机了。就不用在那边玩了。好，开始，嗡啊嗡，嗡啊嗡，嗡啊嗡。像我上面烟供会热，但是我底下我很喜欢摆一点水在下面，这样自己也不会烫到。喝水有水，要药有药，
这样虽然小小，但是底下有水，上面有烟供啊。那有水也有好处了。如果你摆一些食物啊，上面摆个水，蚂蚁就不会来，有好处了。你要给蚂蚁吃的时候是另外倒在那边，万一蚂蚁跑到这上面，有时候它们就不小心把它弄死了。但是无论如何，水跟食物两个都要啊。那现在中国人就发展有米跟水放在一起，那也很好啊，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当愿世界各地一切处所内外吉祥。60页。七，天龙地齐永护。燕贡的缘起是在西藏莲花生大士时代，当时有许多的魔鬼和地神阻碍建寺，白天辛苦的建寺工程，到了晚上就被破坏。而当时吉户堪布在不得已之下，只好请莲花生大士前来解围。莲花生大士即准备当时最好的五甘露树等物来做燕贡的法物，包括菩提树、白檀木、野高、乳香、卷柏等树，以虔诚的心意供养，终获魔鬼地神的喜悦，并帮忙建寺，最后使得寺院顺利建成。后世的人遂承袭了这个方法，作为除障增福的最好修法。在西藏，几乎所有即将举行的活动都以烟供为吉祥缘起。有一点是，你越想要做好事，就障碍越大，啊，因为这个世界是正面跟负面力量永远在对抗，永永远远，特别负面的力量越来越强。再经过几年啊，这个世界完全没佛法了，啊，完全没有佛法，这个佛法像昙花一现，啊，这1万年，1500年有佛法。然后这11000年到以后56亿都完全没有佛法，就黑暗的世界，啊，每个人都砍来砍去，弄来弄去，反正就没有道理可言，就对了，啊，弱肉强食这样。所以，那特别在这种时代，你要去推广佛法，一定会有障碍。所以我特别喜欢做烟供，是因为我在推放生啊、吃素啊，我发觉障碍很重的，啊，你要去推广菩提心，甚至藏传佛教很殊胜的地方，你推广，我那障碍更大的，啊，所以呢，你最好的方法是经常做烟供，啊，以好的香又加上甘露，现在这个药粉就很容易，然后呢，经常这样做，那这样这些障碍就可以调伏，这些障碍的鬼神还会过来帮助你，所以莲花生大师调伏了藏地的很多的鬼神，成为当地的大护法，啊，所以我们来开始念一下。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愿天龙八部护法善神护持正法，消除障碍，一切圆满，大家发心，手持戒律，短期出家，发菩提心，各种因缘成就。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我每天都念，我怕各位病，然后走掉了，然后发神经走掉了。真的，每次受戒，各位都知道，我们出家人要受戒，一定会摆两副棺材，一定有人死，一定有人过不了这一关，啊，那自古就会留下来，就是说，给你看到这个，就你要小心，你每天都要忏悔，每天要认真。那我去受戒也是看到，哇，真的很严重，发疯了发疯，死掉了死掉，打架了打架，这样啊，啊。所以我在受戒的时候，啊，老和尚讲还真没错了。你要受个戒很难的，很难的，啊，非常难，因为你受戒冤亲债主就不能把你拿走了，啊。所以说，你越想要做好事，你越要认真的祈请诸佛菩萨，特别做烟供啊、放生啊、点灯啊，消除这些障碍。特别像我这个人是流浪人，我天天到世界各地跑，以前还不懂得做放生烟供，走到哪里病到哪里，死到哪里。一个到北京，就上完厕所就死了，啊，因为上完厕所太用力，心肌梗塞，忘了带药。我们团体在外面找厕所死了，啊，所以好多次死亡的，好多次，所以以前还不懂，后来比较懂了，
老和尚给我讲，我天天做，就像我们人在这边，我都要求他们各地帮忙帮忙，你们都。